唐山少妇人打人事件引发社会广泛的关注，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。公安部高度重视，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，并从全国抽调专家赴一线指导办案侦办。目前案件侦办进展顺利，具体情况会向社会公布。我们充分理解全社会对案件侦办工作的高度重视，也正因为如此，专案组对涉及的每一条违法犯罪线索均全力以赴地开展侦查调查，务求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请大家相信，公安机关一定会彻底查清全案，依法严惩犯罪。